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法轮大法的红传，也希望更多人能了解法轮功的真相，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。那么今年的法轮大法日，纽约州的各级政要也发来了很多贺信和褒奖，祝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，赞扬李洪志先生传播的真善人理念，造福人类。纽约州首府阿尔巴尼市市长也宣布今年五月为法轮大法月，在此我们衷心感谢他们的支持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邀请法轮功学员来进行文艺表演，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。我们邀请大家在这里停留，欣赏表演，和我们一起庆祝。
Thank you.